来自于我们的《风云再起》啊，答应了好久啊。这个是来自于这个暗夜，然后诚意广告，还有咱们的小伙伴啊，这个叫上什么？帽子戏法的啊，没办法啊，我们只能对吧？我们只能快点看一下，因为这个名字我们不太好记。其实这个录像是谁给我的？是一个素酒给我的。但这个素酒啊，我实话实说啊，这个素酒呢，我认识啊，但是呢，它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素酒，它有两个素酒，一个是咱们这个主播啊，也就是跟那个我肉啊两个人发生一段纯真而美丽的网恋之后的这个，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是 QQ 平台的素酒啊，就是不一样。这个素酒是 QQ 平台的，它也叫素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他特意跟我说，对吧？就是。我没办法，你怎么说对吧？然后我答应了好久来做视频，他那个摊分啊，赵云超级大摊分两个半小时，就是多人配合摊分，然后两个半小时，我实在是没有勇气播，以导致呢内分泌有点失调，所以说这个懂的啊。然后很多人说这个游戏速度慢，这是 QQ 平台的问题。这个 QQ 平台呢就确实慢了一点啊，但是没有到那么慢。咱们这次呢是全屏直播，我没有办法来看这个完整的弹幕，就只有屏幕右边的一小角，所以说你说的时间说的太多可能看不到。我的头像也变得很小啊，当然这个大家可能都理解，我不多逼逼的。这个三人的话你会发现好像两个人都可以爆分，咱们这个叫极限摊分啊。然后呢是死命版啊，不是 task， 你三个人 task 那也是拼了。然后就这三位高手打这么一个四剑九令。什么叫四剑九令？就是四把剑，然后呢九个令牌。九个令牌呢其中包含各种什么，这就老生常谈了啊，你大伙都知道怎么拿了，什么恶斗啊，什么夏侯渊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啊，这种令牌啊就是在一块儿。然后同时呢有四把剑，这个玩法呢是比较中规中矩，但是呢它同时呢还有一个打分。而你可以看到貂蝉外加这个黄忠这两个人都是可以爆分的。那正常是按照爆分的理论上他是可以爆分的，包括许褚什么陆逊还有罗张飞啊，这都是可以爆分的啊。然后诸葛亮的话主要是可以拿四剑，这个风云再起的话是可以拿四剑的，这个你们懂就好。那如果说是这个播放速度没有，我刚才看了一下只有两倍，而且它如果说是1.1倍或者1.2倍的话，我估计应该是正正好好。但是呢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内置的播放器，它这个不是说那个他们给我的那个录制好的视频，它是给我的这个录制的这个，它是给我的录像，就是类似于像这个游戏平台或者说是那个别的平台的那种录像文件啊，就是几百 KB， 然后我们看的这个东西，它会记录这个咱们的这些人的操作，然后还有 ID 信息等等啊，然后有这么几百 K， 现在想想几百 KB 啊，那一秒钟不到就不用一秒钟。早期的网速啊，就一秒钟就能下载完，说这个是特别小，这个比较方便。如果说你看他们录制的视频，如果录制成高清的，对吧？外加60:帧以及这个什么蓝光的，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街机本身它分辨率就没有那么高，非得整一个4K 的过来，那我也扯了啊。那你整个1080的其实都有点大了，你就包括你传的话，你传 QQ， QQ 离线可能有容量，这个就很难受啊，你不都说了啊。好，看看。这边的话，光分数方面上呢，两个人还这主要貂蝉没有动啊，主要是这个帽子戏法呢，他这个貂蝉还没有发挥作用，但是貂蝉的选择打 boss 啊，打 boss 的话，这样的话貂蝉天女散花，这个第三个天女这个分数比较高了，你看，就最后那么几下打分高，主要是看这么个路子啊，然后再就是你看，声音的话，你觉得游戏声音是不是比我这个人物声音大的？你们觉得呢？如果说游戏声音比我声音大的话，我就调一下啊。好，看看，听，这个就是四剑九令啊，四剑九令，然后还有摊分属性，但是呢，它的时间比较长啊，不，说错了，时间没有那么长，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20分钟啊，大家伙知道什么意思就好了啊。好。感觉貂蝉在这个版本啊，除了他能爆分之外啊，这感觉好像是用的不是很爽啊，它不如像玩陆逊那么过瘾，玩陆逊真的爽，确实是啊。好，看看
什么东西调一下？我们想说一下啊，这个我的声音跟游戏声音到底怎么样啊？是正好呢，还是说我可以要调一下？我调一下也是可以的啊。啊，游戏声音特别大是吗？啊，你听了一下。那我就把它声音调小一点。啊，一首夜啊，完事儿了啊。不是，咋这个弹幕没有动静啊？可惜没有尼尔亚了。那这个东西，那想学，你必须得有这个火箭、飞机啥的，你才能学，要不然你，对吧？对不对？好，我们看看这个，我是不知道，我曾经吧那个麦克风啊，我不知道为啥我家里那个麦克风呢，如果要接上声卡之后呢，啥也不是，真的，最大声音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呢，如果要是我的声音啊，如果要是我那个不接声卡，直接就接到电脑上，我操，我一说话炸麦，然后当然调上增强，它可以调增强，默认系统增强可以增强三个档。一般就是增强到这个两个档就可以，啊，你要增强到三个档的话就炸麦，两个档正好，而且说话声音非常清晰，非常性感，还是那么性感，知道吗？就是牛逼的啊，知道吧？啊，好了，大家感谢我们的飞鱼一张办卡，然后你们这个飞机火箭的逼逼赖赖的发一些假的啊，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最痛恨假货，知道吗？想当年有个女人想要用一个假的处女膜然后搞定我啊，应该一眼看穿呢。对不对？是不是应该一眼看穿呢？怎么可能啊啊！这就是，这不是广岛的原子弹，我们研究不了，我们做不了，知道吗？这就是马戏团里的一个戏法，对不对？嗯。好，我们看看这边，貂蝉啊，这个貂蝉你可以看到啊，貂蝉我觉得是，你要貂蝉来打分啊，你只能用爆分的方式来说了。你打分不扯犊子吗？是不是啊？对不对？好，我们看看，要配合了。急诸葛亮，哎，诸葛亮现在1000万还不到呢啊！咱们都知道啊，那黄忠呢还1000多万，是不是有点狠？好，这里面呢，其实双人配合刷分，我记得用赵云跟马超啊，当时在游戏平台上有好多人给那啊赵马就是合着干，非常的狠。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呦我操，这一刀！好，来看看。对，这就是风云再起。哎，速度就 QQ 平台确实慢了一丢丢，但是大家伙儿就忍耐一下，因为我只能调成两倍速。那两倍速啊，玩个鬼喽！两倍速我解说的话，我声音就这样了。我们看一下今天来自于那两倍速的呀呀什么样啊，呀呀不好听啊，两倍速的呀呀是呀呀，这个要变成两倍速多得啊。好的，感谢我们的超光速撸管啊，我操，你这个超光速撸管，你这也太猛了，增速的办卡。好的啊，其实最纯正的左词应该是但是你不能那么慢，但是我得让我慢的话，我就是慢了一点，让你听清楚，知道吧？啊，没有，是0.5倍速，你是魔鬼吗？啊，你是魔鬼吗？我就别闹了啊！啊，填错了，哎呦，我这一挠。其实这个啊，打分的话，我跟你们讲，主要呢，这个诸葛亮的打分啊，确实比较那个什么。好了，一顿捅。他这个前搓搓，前搓则是搓搓搓，这个确实啊，不是像大伙想象中的那么。这个我记得当年，我记得有个叫六道轮回的，不是叫六道仙人，还不是什么六道的啊？那小子啊，在游戏平台里天天玩，玩不好就炸房，玩不好就炸房，说炸就炸，确实狠啊，这个。对，
这个是四件玩法，四件九令，以前有那么啊，还有那什么四件九令二四火，这个还有就是所谓的火啊，这个火的话满屏火，但是那个玩法我都做过好几次了，可能也就那么回事啊。其实现在你看街机圈里面比较大的庞大的几个团体，比如说三国119，然后三国战记2012系列，三国战记改版系列，以及三国战记二和这个二的这个改版，然后三国战记二 P 和二 P 的改版，同时呢还有这个最新的盖世，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再就是西游释厄传和西游释厄传的改版，西游传释厄传 Super 和 Super 的改版，包括群魔乱舞，同时然后还有恐龙快打和煎蛋头，对吧，这些比较常驻的大伙比较了解的这种啊，这种节目啊，这大伙儿这都太熟了啊，是不是多说了。然后电视魔魁呢，虽然说小，但是人也有玩的。但电视魔魁确实解说起来吧，他不可能一晚上你都说这个游戏，你偶尔说一次啊，你会发现爽的要死。但是你一直说啊，就再见了，拜拜。四件九令摊分，你应该叫打分，不能叫摊分。其实说句实在话啊，那你如果爆分呢？对吧，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那如果你爆分呢，爆分就不叫摊分了，对吧，爆分的话呢，其实按理说是利用游戏的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设定，就是许褚那个地方，我们最开始不知道爆分什么意思啊，后来才知道啊，这个包括许褚在内啊，这帮人他特殊，比如说白黄魔章以及这个陆逊貂蝉啊，这些人再加上许褚，这就是他能爆分啊，但是就是利用原理，就是这个许褚呢，这个替身攻击啊，替身攻击之后啊，他那个那什么啊，替身攻击之后呢，强制反击之后呢，不计入这个叫什么来着？不计入，怎么说啊？不计入这个啊，就连断不断啊，连击不断。他们又哎，我这个组织能力啊，可能前两天喝啤酒喝的。给自己脑子喝傻了，这酒喝多了人会，我告诉你，人绝对会傻，就是至少在你就是缓酒精消化这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不光是胃的问题啊，不是胃肠什么什么问题，你这大脑就是有点迟钝，对吧，你就被酒精麻痹了，对不对，好、啊、进屋吧，这吧，老姑父你是比我呀啊，刚才说为什么不在那个地方进去啊，别跟我扯，好吧，好，我们看看这个屋里面，这个门里面，我想问一下啊，这个设计的特别狗，我觉得官方设计这个跟二 P 似的，这个门明显是一个活动的板房，对吧？而且这门根本连锁都没有，进去感觉就特别简单，一进去之后发现是这个无名火火箭洞，你不扯犊子吗？你这个东西，你这里面，你明明外面是个房子，然后一进去之后呢，就搞我是吧？啊，我也没有办法啊。你这个真的是靠，你看出来还是个门，这明显是一个寻常的一个米仓山，有个小老百姓呢身边发生战乱逃荒去了，剩下这屋里面还可以贴着对联呢，你看上联写的是动如蛟龙吐火球，下联写的是静如乌龟吐口水，横批是小狼解说，对吧，无名小卒天女散花，感觉这个貂蝉打 boss 还是有两套的啊，虽然说打血不多，我感觉打血确实爽，前面的多啊，前面的几下爽啊，一顿小摆步，50步笑百步，前天锁天女散，这根本就没有血呀，打人一点都不疼，这是貂蝉啊，你这貂蝉都让吕布带坏了，你懂啊，好，飞轮没飞上，一个直接跳 A， 我操，还不能不接小飞轮，我们看看啊，好了，终于飞上了，怎么说，看到啊，没，哎呀，无名火，好，这个感觉风云再起这个节奏啊，你看饿，如果是这个119的话啊，你会发现就贼爽，就唰唰唰唰就完事儿，不跟你扯，对不对？好，来看看，捡了个啥？他身上有啥来着，兄弟们？
刚才有无名火，然后撞什么东西，好像我没记错的话。夏侯渊，你看这个节奏，天女散花，天女散花，还能再打一点，好。貂蝉八级，貂蝉打分不行啊！莲花叶包无名火没了，小叶包，人家明明叫饭团，为什么要叫叶包呢？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就叫叶包，小叶包，我也不知道为啥，就叶子里面包个包子，但是后来叫饭团，想想也是，啥为啥咋的荷叶包的那个？饭包呗，对吧，就是饭包嘛，对吧，里面整点肉松。啊，这个柱哥啊很难受啊，你打字的时候前面打点空格，你自己应该能看到屏幕是什么样，所以说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我实在是看不到你说啥，因为你前面这个名字实在太长了，让我娇喘羞涩的不要啊。你说的啥我只能看见前面的一个半字啊。好，这个地方我们看看，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诸葛亮都十五级了啊，诸葛亮都十五级了。Hurry up， 李广射虎，感觉这个黄忠射的都是冰箭啊。玉女穿梭了果，好，再捡起来，这小麦穗儿，该说不说的啊。没有一点一倍速度，我再说一遍，真的是没有，我怎么调？你看啊，加速元素二倍四倍，你看，你让我练，我也想，可是我整不了啊啊！难道你们有快捷键吗？你告诉我有什么快捷键可以的啊？有快捷键一点一倍行，上次我用一点一倍我觉得挺好，但是那是因为它是视频文件，我用的是那个我那个完美播放器的那个播放器的自带的一点一倍的效果，才有这种感觉啊。其实我觉得用这个视频文件播的话，它跟那游戏速度是一样的，只不过是 QQ 这个游戏啊，这个确实是慢，这个确实是慢啊，没什么说的啊。对，他这个收令牌的话呢，是这么个路子啊。那按照个人理解，你要收这个魏延就得死命啊，对不对？收魏延不死命，有秒杀玩法吗？可以秒杀，上来就秒了。好了，感谢我们的无双剑点哥啊，这个兜兜转转又回来了，兜兜转转又回来了。诸葛亮讲了一条命，四千来万啊，这个不行。正常咱们正常的摊分玩法肯定不是这么玩法，但是呢多人配合肯定它有一个点啊，当然呢双人爆分那肯定是正儿八经说的啊。用这个黄忠在场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赵云直接收，但是你必须要黄忠在场，黄忠不在场的话呢，你就是黄忠就用黄忠这个李广射虎吧啊，就直接就是李广射他就完了。有很多人就必须得有条件，你要收的话就有点有条件啊，没有办法。他这游戏设计的啊，就有很多这个收藏的这种欲望的人呢，就必须得有这个路子，你要没有这个路子不行，那白扯啊。吃一个冻梨。不过这诸葛亮分数到现在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好，白熊，
好，看看接下来的路子啊，接下来路子呢，咱们看所谓的第三关而已啊，咱们这个游戏其实少一关，也就是说无论你怎么打的话，你就少个图，对吧？你懂的啊。说走的话，走的曹彰路线，对不对？哎，我吃个冻梨，吃的劲劲的啊！小的时候可喜欢吃冻梨了，尤其是把冻梨放到水里面，然后呢，看有个泡，然后泡到马上它就快解冻了的时候，拿出来，把外面那一层冰泡掉，开始吃。哎呀，那个水灵啊，真的爽啊，对不对？打吕蒙撞冰，其实这个封印再起这个版本呢，最开始做119的时候呢，无论如何你都拿不到四件的，对吧？你不像115的话呢，说难听点，咱用 bug 也都知道啊，就是复制冰，先复制一手冰剑，然后你就可以啊。119确实是不能。但是119呢不能，所以说就因为不能，感觉这些官方啊，这哎你那个雷，那个雷你看确实是，有时候这个官方就会觉得，哎，我做个游戏一定要收四件，对吧？然后对吧？你像有的游戏，这个就是觉得这个收四件啊，一定要有它这个特定的东西、特定的效果啊。如果你对吧，有一个特效四件之后呢，你攻击力呢比较强。甚至有的玩法，你像现在无双版玩的，还有特别有意思啊，就还有八剑的，而且它的八剑的就是什么呢？八个那个泰戈剑，它不是说光只有所有的剑都有，就只用泰戈剑来打，给人一种感觉后期又进那个地面大宝盒了啊，对不对？好，看看，这样的话这边就是没有那个曹彰啊，曹彰的话呢？如果你们想那个秒左慈，对吧？就感觉好像那个秒杀左慈的话，感觉有这个曹彰啊，就爽，是不是？就是给他变完之后，唰唰一顿大砍，这曹彰玩的好，感觉好像确实秀，对不对？八星八剑，真的，你看我解读了这么多游戏啊，知识啊都学杂了，什么都得掌握呀，对不对？好，看看这个，接着来啊！目前诸葛6000万，8000万还能再讲一条命，但是讲命这个事儿吧，大伙都知道啊，就是那个意思。这玩意儿真要想一命通关，那就没有人会考虑到这个命的问题。21级。好，哎，感觉这个大胖子，哎，这个胖子红色头发，长得特别像《火影忍者》里面那个最开始那个大蛇丸手底下那个人啊，那个胖子，对吧？挺像。赵家五虎系列，手里拿个狗狗，这最后应该是有本遁书啊，我记得是啊，是不是有本遁书啊？没记错的话。好，哇！这笑的，我学的是不是贼像？这个笑的啊！看刀下蹲。前先 A 挥空单 A 一点，然后看刀，再看刀，再来一点。下血真多啊！好像据人家说，新手的话就是用黄忠就比较爽。前锁一二三四，一二三血杀。哎呀，好，大锤子直接锤死了。夏侯惇锤地，真的是有点东西。好，援军。
一会儿的话呢，我们看看啊，一会儿的话聊神这个，因为正常啊，我们个人感觉啊，就是《风云再起》这游戏呢，因为总感觉少一关。我每次解说的时候呢，我都老忘，就是说你走这个路线，它是直接到哪关？你走那个路线，它是到哪关？对吧？老是懵，为什么懵呢？因为老有人说小狼啊，我想听左慈，一会儿到左慈了，马上就到了。结果呢，没打到左慈，怎么说？直接就是那个大姨石青州，对吧？那大姨石青州就没左慈了。如果是直接就火烧连营的话还行，对不对？好，这诸葛亮看一顿捅啊，这个可以啊，捅的不错啊，看。你看这个分儿加，哎。帮哎呀，小小狼39度了啊，39度了啊。这玩意自己孩子自己知道，大过年的，然后发烧了。本身我出来的时候38.2，然后现在39。好，看看现在这个没有媳妇，现在正在观察呢啊。说是演着了，得叫一叫。那个前两天放鞭炮，给他吓得糊涂。但是他老是叫这个吧，其实这个他有点科学依据，但是绝对不是致命那个叫法。说白了就是胆小，就玩就是小狼就是胆小，他喜欢炮，然后还被他可能突然可能刚睡醒，然后炮吓着了，太嘚了啊。然后刚才吃个退烧药，我们看看1234天女散花，然后现在呢是睡着了啊，现在是睡着了，但能睡着就行。他今天精神头没有问题，然后38度的时候也一样，活蹦乱跳，但不知道为啥，就是这玩意儿嘛，难受了。啊，一个多，哎，貂蝉跟张辽对着干啊。其实这里面正常来讲呢，张辽呢是克吴将，那你貂蝉群雄的，是不是？你克什么呢？但貂蝉呢加入刘备的阵营，我觉得应该是挺好的，加入关羽的阵营。貂蝉跟关羽啊，好，对吧？红配绿，这是很好啊。哎，你们觉得，如果咱们就不抛开这个战争，也不抛开结局的问题，就说这个当时人的这个条件，貂蝉跟谁是最优解？就如果你是貂蝉，最后你跟着谁？好的，赵安壮。好了，天女散花。啊，终于把这个8000万找到了啊。关羽月下干貂蝉，对呀，可不咋的。跟曹操，你跟曹操吧，你那个路线吧，它就不一样了。首先呢，他这个路线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你跟曹操就说明呢，你是跟着吕布，对吧？这就是如果你玩隐形守护者的话，首先呢，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貂蝉就不选择跟随吕布了，所以说你才会跟随曹操，对不对？对吧？是吧？你这个是吧？就所以说跟曹操也是一个选择，对，不错。摊分卡兵。左次郎有点东西的啊，好，这一会儿都过亿了，对不对？这诸葛亮现在可以，这才第三关啊，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情况。一老一少，诸葛亮有苦，诸葛亮真扎人，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啊！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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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哎，我问个事儿啊，大家伙儿就是你们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让你选冷兵器，就是让你选冷兵器，这个然后呢，就是行走江湖，咱就是回到那种就是这种时代啊，咱们不会武功，但是咱们有膀子力气啊，有各自体力啊，让你选择这个冷兵器，只能选一种。啊，当然呢，你可以配合，比如说你选一种剑，你可以选择双剑，什么双短剑，一长一短，就是参差剑，啊，或者说是长柄武器，或者双持武器，或者等等，你们选什么啊？就让你们选的话，就不包括什么，就是帅，啊，就我觉得就适合我。完了，没泽死，狼牙棒，飞镖，小李他妈的飞刀，峨眉刺。40米大长刀，那你我感觉那你别闹了，那你都进不了屋啊，你这个40米大长刀，一会儿我三十厘米我都没说啥，你40米啊，护手钩，柳叶借刀，天界巨剑，凤翅鎏金镋，那我必须要选一手擂鼓瓮金锤来克你一手，对不对？啊，那必须要擂鼓瓮金锤。好的，哎，为什么会炸呢？你看，为什么打完这个东西它会有炸这个效果啊？好。小的时候感觉那时候看那个剑客就特别厉害啊，剑客，然后除了剑客之外呢，还有就是感觉你看啊，就是感觉就是剑厉害，他那时候有什么刀剑笑那个电影，然后同时呢，你看用刀的人一般都是比较实惠的，对吧？我还看了个电影，赵文卓好像演的叫断刀客，哎，那个电影想当年我看着感觉看不懂，后来我长得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看不看得懂我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太写实了。然后呢，里面那个女主啊也，没办法说那个电影，那个电影挺那什么的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烧饼馒头包子麻花。好，看看这个直接过图啊。这种路子我们看看，虽然说没有锁词，但是不要紧，因为呢咱们一会儿要撞冰剑啊，我那个时候我说这个冰剑为什么放在吕蒙身上，咱们这么想啊，冰剑是什么剑？青钢剑是在哪啊？按照正史啊，也不能叫正史啊，咱们按理说啊，青钢剑应该是在演义当中是被赵云拿走的。那赵云拿走，赵云在四川待得好好的，那怎么青钢剑跑到那个吕蒙身上了呢？为什么呢？啊，为啥呀？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一个？都不理解了，是吧？然后呢，在吕蒙身上。你说要是青龙偃月刀在李蒙身上我信，对吧？青钢剑在他身上设计的就有点真啊，设计一个 boss 就夏侯恩，那也不能是 boss， 三国志里面都设计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不是 boss 就是一个骑着马的一个小懒子啊。其实呢，我比较喜欢什么，就是这个我喜欢的比较广，我觉得帅的话呢，这个参差剑比较帅，当然我又喜欢拿这个双手拿的那种长的兵器，
用双手拿的长的兵器呢，很多人问我肯定喜欢小狼，你喜欢啥？喜欢风驰流金塔，喜欢那个放电化戟吗？这个还有刚才有人说枪是什么什么之王什么的，刀枪剑刀应该是武器之首啊，最实惠的。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刀，我又不喜欢枪，我喜欢剑，就是参差剑，对吧？刀枪剑戟，对吧？待会儿叫方天画戟啊，月牙戟等等，还有那个短武器的戟，斧。那但凡用斧子的人吧，我觉得吧，就是有，就是三国里面用斧子的，就感觉就是有点怪怪的啊。这个水浒里面的什么，对吧？但是也有用斧子的人，绝世高手的也有啊。但是我就是我不喜欢月，基本上你见不着，这玩意儿都是那一仗用的啊。勾叉，叉的话感觉不知道，以为自己是那个，以为是那个闰土呢，是吧？啊，对不对？那少年闰土，然后再就是，烧饼馒头包子，躺棍槊棒鞭锏，锤抓。好，拐子流行，其实东方拐可以啊，东方棍我就挺喜欢，那个东方棍的那个，就是看那个李连杰不有一个那个给爸爸的信那个电影，他不是到船上跟那个于荣光俩，就是一帮小弟打，手里拿个拐，是吧？啊，就是你看那个 DNF 里面不有那个职业叫柔道，是不是叫柔道啊？也挺狠的。好，看看这边的话呢，貂蝉我貂，这个路子你看诸葛亮已经达到一个亿了啊，他已经达到一个亿的分数了。我看看，好，傀儡娃娃定住，来，好啊，好啊，好，然后脱屏幕啊。烧完撞配合豪娃，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不叫翻天斩，叫翻地斩，好吧？翻天斩的那个地理技能，翻地斩，对不对？张九，我现在单位就一把绝世好剑。大伙知道吧？啊，我公司就一把绝世好剑。哎，你们知道那个是什么吗？就是，就是一个绳上拴着一个小，是刀啊，还是一个带钩带那个镰刀是那种，然后看着耍，咱们那个武术表演里面有耍这个的啊。好，这里面。貂蝉家暴，但是打血不行啊，这打血太少了。你看那个119版里面打这个吕布，那感觉就下血跟玩一样，对不对？天师傅。都铁王来了，铁王这边，铁王路太深了，主要是啊。好，看看，还有人喜欢稍微柔一点的，像陆逊那个剑。还有就是那个武侠片《剑雨》里面那个细雨啊，那个剑也是啊，比较柔，比较那个软，日无完软。好，看看，就是为了用貂蝉打死他，真的是逼逼赖赖的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好，走吧，走吧，走吧，
就是你让他听起来不像那个 go go go， 快点啊，不像吗？对不对？好，直接走。啊，关张赵，张飞毛。这个你看，这个这游戏里面有许褚的，这个光荣做的许褚，许褚是拿的大锤子的，是不是啊？对吧？拿个大锤。三国志那个街机版也是拿大锤，还上面写了一个大字魏。啊，许褚。然后呢，这个就有点东西的啊，大锤，黄大锤，四剑九，对，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什么？不是四剑九令，不是四剑九书，武将实力排行没法评。你说按照我评的话，肯定有人不愿意。但是呢，就是按都是小说嘛，对吧？小说我评的话，就首先第一毋庸置疑，不说是谁，你们也知道啊。第二的话就有争议来了。第二的话，张飞对没毛病。然后说到这儿，肯定就有人说狼你 rap， 那没招了。好，我们看看全火应该没有吧？没跟我说全火，全火。其实全火没有大伙想象，我感觉啊，尤其是一全火之后吧，就特别卡，就感觉就是不至于啊。好，游戏里面最扯的是，就是我告诉你，最扯的不是力气有多大，人家的那你们说，那你说会发波的怎么说？会对吧？说明他有什么？有超能力。那既然有超能力，那对吧，你像什么蜘蛛侠能够拦火车，能够把火车停下来，什么什么这个人能拿两吨多的东西可以撇出去什么的，这个都可以理解，就超能力嘛，对不对？像那个什么美国队长什么的咱就不多说了啊。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力量大，但是呢有的姿势吧实在是难以驾驭，比如说那个红丸的那个没事打你大姑妈，就那个招，就你现在你找，你不是力量，也不是什么瑜伽大师，你找，你就给我找一个人，能给我，你给我打个大姑妈，我瞅瞅，好不好？对吧？尤其是打到人之后呢，还能继续转的那种，对不对？好，这里边这貂蝉身上全是令牌，好，一个金盔，金盔。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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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盔，金盔要略，那金盔要略，还金盔尿液呢？金盔尿液有啥用？补血书吗？现在主要是你要有一手补血书的话啊，最狠的还是可以什么呢？可以用这个把这个冰给弄没，就是你可以在119版本当中放一个天师符。然后呢，这个再把这本书扔出去，这本书你就会发现那个冰没有了，知道吧？金匮要略，青囊书，就是按理说都应该设计成全是加血才对，七星灯就不应该是加血的，七星灯应该是祈福的，应该说是对吧？添加寿命的。很多人说那不就是加血吗？我个人感觉啊，这个比如说诸葛亮的形容七星灯是对吧，因为正常来讲它不是增寿，是已经把死了的人又加上这个寿命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七星灯应该变成一个什么呢，你既然把它设计成一个宝，就应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特效呢？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放了七星灯可以把自己呢这个把对吧，把自己呢恢复成这个血量，
啊，你如果就它一直回满血，你放一个星星灯之后呢，它会慢慢的回血，但是呢中间不能断，如果中间一断的话，对吧，这个血量就可能被中断了，就可能会这个，对吧，就会返回去，啊，这就跟有的格斗游戏打完之后呢费了那么大块血，但是呢属于假血，如果呢没有后续连击，它会慢慢找回来，就是那种设定，对吧，就显得比较正规一点。当然这玩意儿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作用啊，并不是说真的东西。金匮要略就是加血，其实很多人都说那个太平要术存不存在，存在啊。太平要术的话，其实要真正要说起来的话，它我感觉就是一本这个现代科学，加医，就是医学，就各种什么哲学啊，还有什么做人道理，什么腹黑学，什么啊，这个小狼教你那个看三国，什么小什么什么之类的啊，这种书可能就是包括说话的艺术啊，当领导的艺术，教你如何谋反，如何起义啊等等的，我咱就说这个意思啊。那个太平要术，反正这知识比较杂。遁甲天书的话呢就悬了，那玩意儿左慈手里的那逼来的那个人。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像我跟大家伙说的那个，就是是这个叫叫什么来着，妈的想不起来了。对，青囊书。青囊书就是应该正了八九是补血的。那你看你包括你对吧，你包括你，咱们看那个什么。好，我们看看，那就不报了呗，对吧。推背图看过吗？推背图去现在都去说让人给改了，对吧，这种所谓的预测未来的东西，对吧，你为了让它悬，所以说有人会改呀，有可能有的人写了，然后写完了之后呢写的不对卤子，然后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啊我们要拿这玩意儿吃饭，我们世世代代都要说这个东西是准的是准的是准的，所以说每过一个朝代或者一个大的事件过去之后呢，掌管这个稿的人呢他就会想个办法，哎，给他拓一下，给他重新出版，然后给他重新哎改一改，对吧。所以说现在你看那个什么李淳风啊，袁天罡啊，这些人他写的这个到底准不准不知道了啊。而且他写的一共只有60图啊，其实一共只有59图，最后60图是总结的，所以说按照这个路子来讲呢，推背图这玩意儿没法说啊，你哪敢说这个事儿呢。好，看看推背图是啥意思，他本身是还想写啊，一直搁那写，写着写着推着他背一下，告诉你别写了，你泄露天机了，天机不可泄露。你看尤其是那种算命的，现在是没有人信了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小年轻的，我这么说吧，100个当中能信的，我估计啊应该也就有个15个人到10个人之间，就不是那么太多了，这么说15%人信吧，啊，确实还是有人信的，我实话实说啊，这但是呢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对吧，以前的话真的是信的人应该达到50%左右。这个算命的，你比如说他最狠的是啥，对吧，哎，我一整就是我泄露这个事儿吧，天机不可泄露，但是我泄露之后呢要减我阳寿，那么减我阳寿呢你就得掏钱啊，就给钱，那我都减寿了你不给我钱，对不对，算命的有点东西。黑背图就是黑背，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老板看一下手牌啊，就是老板看一眼手牌，是不是，就是操，他这是喝的啊。好，你就对呀，你跑过去得了，我感觉就哎过不去这个的，我是真觉得怪怪的啊。嗯，因为得搓后背嘛，对不对？好，这个黄忠是7000多万，然后诸葛亮都已经24级，1亿2000万了，貂蝉还6000来万，有点面啊。这点话咱们直接进金融城了，所以说他跟那个许旭啊已经没有关系了。啊，什么，这个就是这个情况。推背图，然后除了这个推背图之外呢，
咱们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大家伙知道这件事儿就好了。知道一件事啊，你知道推背图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再有一个就是你像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悬的乎的，有很多这种预言书啊，世界上都有，对吧？它有几个历史事件准不准，准。但是呢，自从啊，大家伙知道，自从人们都不是那么特别傻了，还有图书馆了，还有这个都办得很好了，知道这个运作了，知道出版运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有的不准了。越往后呢，它赶上了吧，难免就跟股市似的，对吧？那种股评师，对吧？它不是涨就是跌嘛，对不对？那是吧，你就按照这个笼统上来讲，这都是有托啊有啥的。你算命的我觉得最狠了啊，看那个孝子贤孙伺候着，那里面那个算命的，这拿俄罗斯方块算命，有点东西了啊。对对，皇帝内经，皇后月经，房中术是人家左慈惠啊，人左慈善房中术不一样啊，这个就左慈，我告诉你，左慈最牛逼就是这个。很多人说你小王，你说是假的吧？真的，哎，这还是真的。他的遁甲天书到底什么天遁地遁人遁，到底有多牛逼，咱不知道。但是他这个他妈善房中术，这个是真的。谁说的？告诉你谁说的？曹植啊，而且不是你小说里写的，你就正史告诉你，就是我在曹植说善房中术，咱也不知道他俩是玩过一起玩过还是咋，我不知道啊。那咋的，怎么他善房中术，后来我才知道啊，这个所谓的房中术不是有点那个意味，就是明显就是呢，这个左慈有点性学家，他不是说他自己猛，他家庭英，他不是那个啊，他就是懂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你看那个金瓶梅里面那个西门庆他爹叫西门达啊，就有点类似于那种，而且肯定比他猛啊，各种比如说啊男女欢好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各种这个姿势啊，对吧？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对吧？大概是这个情况啊。啊，直接天女起手，哇，真是服了啊！当你面俩小时，你可能俩人一起玩过来。曹植啊，说句实在话，曹植呢，你要说曹操最喜欢的儿子是谁啊？这个咱们这个没法说，我跟大伙说那么一句啊，就是说曹植呢，说句实在话呢，还是真比较讨喜，名气最散，哎，曹操儿子名气最大的人是谁？很多人说曹冲啊，别闹啊，真正说名气最大的人还得是曹植啊，七步成诗那是懒，那都是小题大做，主要是一首这个，对吧，一首这个凌波微步啊，这个确实啊，洛神赋，这个当然啊，当然咱就不说才高八斗这个事儿了，咱就说这个曹操儿子这个胡服无犬子，每次咱解说的时候都说，但是我就想说一下，那妈的，哎呀，这个曹植反正是就是爱好喝酒，那个时候感觉啊，包括什么李白什么的，是吧？你不喝酒，感觉你就做不出诗来，对吧？这帮人就得喝酒啊，这个不喝酒，感觉就是这个就这人家是最玄的最诗，是不是？酒结账，好，在这儿放个酒结账什么的吧啊。曹操最喜欢称象的，喜欢他还没有用啊，称象那个上来就撑死了啊。而且他那个死呢，还是没有迷的。我们看看，自荐了，身上冒光了啊，身上冒光了。这冒光了之后，你真的这诸葛亮啊，捅人的技能就噼噼噼啪啪的，对不对？好，大人参威灵仙。其实要说曹冲他死因是因为有一个神童，曹冲也是神童，哎，这俩人在一块儿啊，这个对吧，这个曹操意思就是招一个高级伴读小书童啊，然后呢结果呢曹冲就死了，死了之后呢他就以为是，是吧？对吧？很多人都说有人恨他，他就以为这个是有人恶意谋害他的孩子。后来他找个机会就把这神童搞死了，据说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你告诉我，好，天女散花，天女散花，水中望月。八剑是怎么回事？没有，哎，四剑是四剑，八剑是改版，就是那种。改版游戏啊，那种改版游戏的话，你要实话实说，你要想知道改版游戏，就是三国战记无双版，八剑玩法，
基本上就是，那你到后期的话就没有大宝了呗，对不对？曹操几个孩子？曹操孩子比较多，还有一些夭折的啊，就什么曹雄什么那些，包括非嫡系的，对吧？一般最牛逼的，你知道后期的话就是卞夫人生的啊，对吧？卞夫人生的，那就是大太太生的啊，那就牛逼，对吧？你像比较出名的曹昂，对吧？跟他同路子的曹彰，是吧？然后呢，跟曹操有点相像的曹丕，啊，曹冲，再加上曹植。那么曹操的儿子没有一个是面，曹雄可能是面，你那个名字就是真的，他那个雄太雄了，可能是啊，主要他雄是雄在他身体弱多病啊，这个就是咱说这个意思，曹操孩子是真猛，那袁绍的孩子一个比一个逼来的啊，什么袁熙、袁谭、袁尚，就没有一个是能站得住脚的，是不是？是吧？这个。所以说你看曹操这个有时候你看这个这跟教育有关吗？我不知道啊，这玩意儿跟教育有关吗？没法说。你有时候你给孩子找最好的老师没啥用。你看那个康熙那个雍正王朝里面演那个康熙给这个太子啊，就是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着，胤禛啊，对吧？太子给他找那个王善当那个帝师，当那个太子太师，太子加封太子太保，后来只要一当皇帝，他就是太师嘛，对不对？但没当皇帝，他当了皇帝可以当太傅，所以说他这个不一样啊。我跟你们讲，就是你再找好老师，反正这会儿没法说，不然咋说呢？有时候不一定啊。很多人还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操，有什么用啊？啊，天女儿散花。我刚知道这是什么玩法，对，我没有办法把字幕打在屏幕上面啊，没有办法，它这个全屏是真全屏，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全屏比工资原价都是100多、200多、300多的全屏，通通20块。司马懿的孩子也厉害，对吧？咱司马家其他的就不说了，但司马昭的儿子啊，说是有点微面，你看他捡个漏吧，倒还行。他一死，你瞅着吧啊，这是姓司马的人可一天可终于是上头了啊，终于是上头了，司马当侯马懿了，没招了啊。这个司马越，那个司马这个司马那的，司马是一个官职啊，然后呢当过这个官，就是说呢就给自己改了个官姓，这很正常，对吧？你比如说你姓这个，就说明你是跟这个有关，然后你是吧，你姓这个，比如说姓屠。啊，就是屠龙那个屠，姓屠，啊，姓屠，可能以前就是个屠夫，以前就是杀猪的，专杀畜生啊。要姓你对吧？你姓这个姓张，可能以前就是个弓箭兵，对吧？自古弓兵多挂逼，是吧？这个就不一样。姓王的，啊，姓王的以前就哎，可能是当王啊，就是可能再说这个意思啊。然后再就是。或者说是跟老虎有关系的，训老虎的，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玩意儿不一样啊。当然咱不算少数民族啊，咱就说从上古八大姓也对吧往后演，然后有时候对吧，你比如说姓西门什么意思，就为了家住西门口啊，你哪家，我就西门家的啊，啊你姓西门了，有叫西门就叫了啊，那你叫啥，叫东郭是吧？好，这最后用武将一个排山倒海直接排死了，还有一个援军令，对吧？姓荀的难道是个狗人？荀是荀，姓荀的是那个颍川那个大氏族，对不对？姓朴，姓龙，他有的时候是特意有的是自己家改的。你像我家改姓，我家以前我是满族人。对吧？以前我家就是翻译成汉姓也是姓那，对不对？为什么不姓吴呢？就是不让你姓的。这个有的时候有分家，有这个对吧？你就可能就自己自立为姓了。有时候皇帝还赐姓，啊，这个不一样。你看那什么国姓爷，你看那个《鹿鼎记》里面讲国姓爷，啊，那郑经，啊，后来郑克臧、郑克爽什么的，对吧？他们说那个赐你姓对吧？那个有赐姓等等啊，这个路子。
然后此，然后再就是像一些有一些这个戴罪之人赐你姓死。你看那雍正还给他弟弟改名叫阿奇纳塞斯黑呢，是不是？这玩意儿有赐，有时候有赐名，还有封地，对吧？有人姓宋，为啥呢？因为我是宋国的，就周朝的时候我在宋这个地方啊，就是大伙知道那个宋襄公，我姓啥？姓齐，你是哪？齐国人，山东人，啊，姓鲁，啊，鲁国人。现在来讲也是山东人，是吧？哎，那你姓啥？这个姓黑，黑龙江人。那有姓黑的吗？啊？好。这刺姓啊，也是挺厉害。同时呢，咱们说这个还有自己就擅自改的，很正常。还有那种被人叫着去你妈，我就姓这个姓得了。比如说有个人，对吧？我现实中有个发小，这个发小姓什么呢？姓乐啊，景屋吧，他姓乐。其实呢，很多人就确实有姓乐的，也有姓月的啊，两个姓都有。但他家族谱确实是姓月，但是呢，一看啊，乐什么什么，从他爸就开始这么叫，后来干脆就乐吧乐吧的，反正身份证上也不标拼音是吧？对吧？就乐吧啊。乐啥？你说我这个发小就乐小亮，对吧？你叫月小亮，也就那么回事，这把你随便叫啊。你姓爱，爱也很多种，对吧？比如说最开始有人说满族人说姓爱新觉罗，他就改名姓什么？有姓金。因为本身大伙都知道这个女真族后来吧，对吧？这个因为当时有个生女真族，还有熟女真族，这个熟女真族呢成立的这个后金，就是满族人，对吧？他就可能是有姓金的满族人，同时呢也有姓这个爱的，因为爱因斯坦嘛，他就取第一个字儿了，爱的，对吧？这爱这不一样啊，这个姓的这个姓嘛有点东西啊。现在第一大姓应该是，第一大姓是王，哈哈哈哈哈，太惨了啊！黄忠也一个亿了，貂蝉也一个亿了，这可没爆分的玩法啊！都奔着一亿打法，你看诸葛亮上亿了之后，诸葛亮都不玩了，对不对？这样的话，三个人都是24级，打满级了。这个确实，他这个是属于平均打分啊，平均打分，并不是说单一某一个人。诸葛亮四剑了之后呢，主要是打输出。这个伤害比较凶。狼哥不是姓泰吗？我泰森的，我是泰森家亲戚是吧？因有时候这姓也没法说，你说姓金的，还有朝鲜人还姓金，没法说。朝鲜人姓李的多，因为当时大家伙知道那个李氏王朝，对吧？就是这个朝鲜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王朝，后来也非常听这个明朝的话啊。待会儿就不多说了啊。然后你像正常姓朴的，那为啥姓朴呢？不是，咱实话实说，我有个朋友就姓朴啊。那为啥有姓朴，有人姓朴？为啥呢？这个。曹丕、魏文帝，这你爹还没死呢，你就穿这个衣服啊，大哥啊！你爹没死，你爹还是魏王呢，你怎么还戴上这个了呢？啊，王爵的这个头上的这个帽子的帘儿是9个，然后天子是13个，是吧？当时我还记着了啊，他这个帽子上不有那个帘儿吗？那帘儿。你是王爵的话，你也可以有这个帘儿的啊。这个帘儿好像是，啊不对，好像不是，好像天子的只能9个吧啊。这个把我忘了。然后包括车辇呀、啊，什么包括什么，那个给你就相当于就是他那个配置啊不一样。天子的话更多一点，更嚣张一点。好，看看这个黄宏。什么人用嫖一生嫖一世太狠了，那应该就是9、12是吗？啊，那
那就是我就那可能我就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十来个啊。好啊，刚才我们的无双剑呢又两手办卡，然后不是现在关键是有时候你们弹幕我看的半拉咔叽的，我没想回，你知道吗？因为我这个屏幕右边的黑边，然后我这弹幕吧逼逼赖赖，我就没招，有时候一半呢我看不全，我不敢回啊，我不敢问他，对不对？啊，直接进五到零秒，他这个设计感觉怪怪的呢啊！好，感谢如若留言不动听赠送了两手办卡。这个曹操呢是这个受封啊，曹操可不惯这一套。但是那个司马昭很有意思啊，都说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有多嚣张大家伙都知道啊。是天子呢，虽然说不是他亲自动手，其实也是他这个也不能叫受益吧，至少是他不会去追究这个事儿，他只不过处理了所谓的这个替死鬼。但是呢这个成绩是吧啊，但是呢这个司马昭呢是没有加那个叫那叫的那个字，那是九加九七啊还是九啥呀，不知道啊。那里面就是有送你一个斧子，送你一个龙，送你一个什么这个五那个钟的，反正是一共九样东西啊，一共送你九样东西。不知道，但凡受过这九样东西的人，就从哪开始呢？应该从那个王莽开始的，对吧？王莽最开始就是受这个受封，啊，咱不知道啊，这个字儿念啥？我到底一直我不敢问，当时我记得我好像搜了一些，忘了，知识都学杂了啊。好，看看这个有可能魏延这个地方的话呢，你秒杀估计是没有本事了，但是呢你肯定就只能那你只能死命了啊。如果是招这个魏延的话就只能死命，不用多说。看刀，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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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看看接下来是什么路子啊？好，五行棒，一个龙。119这里面有一个巨型棒的啊，巨型没有演示完挨打了之后呢，就可以卡住这个魏延的。啊，这个设定挺有意思的啊，卡魏延，然后拿这个地的这个盾书来卡，也是真是有点赖。好。金轮法王，你们看那个金轮法王没有啊？感觉打的有点慢啊，对不对？打白干酒，打魏延撞酒这个事儿谁设计出来的啊？真的是很应景，兄弟们，打魏延真的很应景。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魏延啊，就是在张飞时期的时候，魏延啊还排不上号。魏延跟张飞啊，就是甭管是能力、官职，还是说地位什么，这种也比不了。张飞呢，这个指望着魏延呢，一般都是说呢，作为援军，作为这个后勤补给。然后呢，这个魏延就问张飞说：“我补给什么？”他说：“你啥也不补给，你给我对吧？你就准备好庆功酒就完事儿了。为什么要准备庆功酒呢？就是赢肯定是赢了，飞燕飞狼，好，正好死，哎，真烂。”令，你看令出来了，看呀，这是真赖啊！他这个玩的，他这玩的挺狠的，这个路子，这路子容易失误的，我说，对吧？好，反正你得死命啊！他这个设定应该是在十秒钟之内打死魏延，十秒钟，我操，我感觉好像怪怪的呢啊！嗯，哎呦，就这个小兵拿这个月牙戟啊，这个小兵有点东西啊，看我看一眼。
九十秒钟打死魏延，那就是秒杀玩法了吗？秒杀倒也没那么没大伙想象中那么难，咱说那个意思啊。那我升级暴气照样设定，只是不追，只是不追了而已，对不对？但是，那你就死命了，可以重置这个啊，这他妈赖不赖？对不对？啊，一会儿看看最后一个地图啊。这个其实真的应该是一点一倍速度，一点一倍速度就正好。但可是啊，这个没，它这个平台没有这个能，没有这个设定，我的妈的，这个脑瓜子嗡嗡的啊，对不对吧？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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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啦啦。好，看看，还是铁莲花牛逼啊！你看，铁莲花这一下，哎，这个小兵没打到啊。哎好，哎好，哎好，哎好！好。这个打血啊，确实太少了。你看，感觉貂蝉这个版本玩貂蝉，确实貂蝉有点弱呀，对不对？感觉是有点啊，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好，杀完你说再见。感觉这个张灵剑浪费，个人你们不觉得张灵剑特别浪费吗？对不对？杀！咦哈哈哈哈哈哈！张灵剑，大哥，你这个手速，好像他不为了，他好像不为了那个啥啊。好，我们看看这个分数，貂蝉目前分最少，然后你看，对吧？黄忠目前分最多。好，天女散花。貂蝉，哎，死了之后人要闪光，这个设定啊，特别有意思的啊。好，一个呼，这黄忠。哎，死命下血，哎，连招啊，这是个连招。好，上下手。目前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分数真的是很高了啊。如果是赵云那个的话呢，是这么一个路子啊。如果是赵云的话呢，他们最狠的是，好，这他俩要干嘛？这司马懿咋的？干哈了？挖祖坟了？好，司马懿的令，我们看看，哎，司马令。貂蝉不捡令的，好，让他捡了。好，曹操，长坂坡在燃烧，我直播砍曹操。曹操长得像张飞，往那一站像土堆，手拿大剑很卑微。考试答题都选 C 啊，好，这所有的宝全往曹操身上选，怎么说？好，貂蝉，哎，貂蝉不是无敌的吗？刚才没看宝吗？啊，对，他为什么要停下来？啊，诸葛亮，你看诸葛亮那个输出啊，你看诸葛亮那个输出，这他妈才叫输出，好吗？我操，什么录像也能毒奶啊，这玩意儿啊，反正这个都随这个玩法都是随便玩了，兄弟们啊，这都随便玩了。
但是呢，我就想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是这不带录像还能买，我真是服了。诸葛亮这个输出，娘呀，太狠了啊，这玩意儿。加入吧，哎，这个人顿书烫这个曹操烫一下血是真多，你看跟挠痒痒一样啊，真的，我感觉实话说曹操拔个火罐都没这么疼，真的。啊，这貂蝉这搞事情啊，貂蝉你啥意思，你把这阿斗上来打曹操，我操。好，哎，对，司马，你这个，哎，我感觉这是开始玩上了啊！这援军令不用白不用嘛，对不对？阿斗来蓄力，蓄力拳，大石头往下砸呀，兵哥！完了，诸葛亮秒了，诸葛亮 MVP 了，太嘚了啊！好，其实这援军令该用啊，留着干嘛？对你用下火砍他，多爽啊！那不用多说啊，今天这个视频呢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解说119吧，好长时间没有解说三国战记一的系列了，今天给大家伙播一个这个玩法啊，传说中的四剑，这是最基础的，大家伙知道怎么拿。然后呢再就是九令牌，其中呢大家伙就是我解说太肉死了，你们就可以去搜一下他这个令，包括什么啊，那怎么拿阿斗啊，怎么拿这个夏侯啊，什么魏延呐，什么之类的啊，司马懿等等，乱七糟的。然后呢，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咱们这个打的分啊，其实还是蛮高的啊。不用多说，这些分打分的人嘛，他也确实没有刷分的技能，除了诸葛亮之外，但其他人还行。咱们还不是爆分玩法，所以说总体来说还好。这样的话，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咱们的三位高手，同时也是感谢我狼之哥，感谢大伙的收听啊。如果大家伙喜欢小狼，可以点击屏幕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同时一键三连，转发、关注、订阅、收藏，对不对？我们下期再见。